新闻节目呢，关心的是嘉义县开春第一场社区复合式健康检查，伫咧二德国中定场，现场总共有40多项检查的项目，伫咧农历过年了后，为乡亲来进行着健康总体检。现场嘛来配合做食品标识宣导，提醒乡亲伫咧采购食品的时阵，要注意包括有效的日期、原产地、营养标识、厂商的名称和地址、购物电话等等的重点，为家己的食品安全来把关。这场健检同时结合食品标识宣导，由馆长张良、二的乡长吴阿嘉、甲卫生局长赵文华、甲民众互动，提出乡亲食材完整的标识内容，才会当买得安心、食得健康。卫生局指出，持续的食品标识相当的这款，小店业者需要诚实、甲正确、完整标识。另外，消费者爱看有食品标识，才会当正确选择食品。如果发现标识无符合规范，请随时跟卫生局联系。卫生局也呼吁业者诚实标识，消费者才会当轻松选择，创造双赢。不是筛检一到地方都是最受欢迎哈。那标识咱的乡亲都有所谓的身体健康检查的观念啊，你现在的复合式筛检实际上已经接近你到医院里面的健康检查啊，所以我想每个人就近就可以来知道。最近自己的身体的状况，所以怎样家己的身体状况，有几个好处。第一就是讲，你会注意到自己，那怎么保护，让自己的身体恢复正常。第二，如果哪有一挂较奇怪的病，会当提早治疗哈。那台湾的医疗水准真高，所以大家应该养成检查的习惯。那面对家己的身体，交给医生。一趟早就回来到二德国乡关心老时代的馆长张良指出。早期医疗无发达，真卡的老时代真惊健康检查。一旦检查出身体有异状，就惊医未好。大多认为公公啊话就好，是着台湾医疗水准的提升，加上政府推出高规格的健检项目，大家愿意面对家己的身体，真欢喜看到这么侪乡亲来参加健检，表示大家的健康观念进步啊。两早发现，两早治疗，相信医生，身体也一定会愈来愈好。新闻就来新闻的乡彩虹报道。